大鹏视频没看完，纵使吃鸡你也枉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哥，我又来陪大家吃鸡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又是大鹏最喜欢的狙击模式。我跟队友一起来到了老家监狱。哎，老家监狱，哎呀，有点熟悉呢。这里有一队跳的比我们快的啊，跳到三仓去找枪，干他们。98K， 这用来打近战可没什么用啊。拿到神枪 P18C 了啊。过来一个，我突突一个，没枪你也敢过来？还有一个憨包，被别人打死了。那不好意思，这人头我抢了啊！哇靠，这什么皮啊？大牛皮，牛皮吧！这里脚步声超多，又来了一个啊！718G牛皮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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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没子弹了，用98K 不行，98K 打不了。我绕，走位走位，哎，手枪也只有四颗子弹了，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换 SKS。哇，又来人了，今天命子都这么好啊！我继续，我绕，我走位走位，哎，一打二，没再怕的，先解决这个。凭借你三级头三级甲也扛不住我的风骚走位啊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呀打呀，谁怕谁呀。哎呀，都被我绕晕了吧，我就呵呵打了。跟着大鹏吃鸡了。跟着大鹏带你吃鸡啊。OK， 监狱全部清空，哎，跑步健身去。朋友们，快过年了，记得要提前减肥呀。那么在大鹏的保护下，我们满编进入安全区，下面的任务就是找到最后那两个人儿。北方向树子那里。哎，收到，解决了。前方有敌人。好了，只剩最后一个人了，就在前面树下，悄悄的吃鸡，完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伙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呢？那么你们有没有跟敌人这样的亲密接触过呢？来跟大鹏分享一下吧。下期再见。